街上人这么多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今天2月14，西方情人节，祝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好日子。切，我知道，相传是个叫瓦伦迪诺的洋和尚被处死的日子，这有何值得庆祝？燕宗主说的有道理，我们中华儿女传统的情人节是农历7月初7，七夕节。切，牛郎和织女分隔银河两端，一年就见一面，好惨啊！这日子也不值得庆祝。你怎么老抬杠？那你说，哪天才算情人节？何时才值得庆祝？哼，情人节跟日子没啥关系，跟人有关系。哦，有情人在一起，天天都是情人节，天天都值得庆祝。